平常啊招地儿买个针头线脑的，来豁子，姓王就王豁子，豁子过来给我来一个钱的线。好，一个钱的线，长得漂亮，个儿也高，俩腿好看，哎呦，头发也好，你妈给梳的吗？脚骨也好，给一个钱的线。磕着不少，旁边有人看，喝这碗好，也惦记占便宜。喂，胡子，给我来二两的线哦，来二两的线，嗯，给你。他拿这条那个。按理说呀，像这样的人，这辈子都娶不上招弟儿。可是，无巧不成书，这个王豁子呀，按理说家里没什么人了，有谁？就有一个姐姐，在这个大宅门里啊，当老妈子。要说你干，你就好好办干呗。可是不行，跟这个后厨啊，一个厨子叫赵三丰，俩人勾搭成奸。哎，住在一块儿，你住你，你要住，哎，人家本家也就睁一眼闭一只眼，你就住你的吧。可是不行，十二点开饭，俩人两点还没起呢，跟被窝里起腻啊，这那那这三三还没聊，本家不干了，这都两点了，你俩这聊什么呢？玩玩玩玩玩玩玩去玩去，给轰走，轰走了，找工作吧，继续。赵三丰绕着大宅门里找工作，一听，嗯，叫什么呀？我叫赵三丰，出去啊！我家老妈子太多，不够你用的。找不着工作，但是王豁子这姐姐找着工作了，来继续干老妈子。这赵三丰没工作怎么办呢？全指着这个王豁子的姐姐倒贴。王豁子这姐姐呢？家里边有爷们，哎，成天的俩人就过在一块儿，不搭理他自己这爷们。这两年行了，赵三丰啊，这运气起来了，在哪儿当厨子呢？在李亲王家当厨子。李亲王过去来说，那设计外交跟李鸿章那一样，聊天这山南海北的，全都是外宾啊，请到家里吃饭。这赵三丰炒菜咔咔炒，炒完这外国他没吃过这东西啊，他觉着好吃啊，煎起炒土豆丝来，哟，大家就好啊，再炒一个四明章啊，来四明章，一串儿的炒菜炒的，博得王爷的喜爱，现在是李亲王跟前大红人了，一下起来了，有钱有势，心想他这人倒还好，有点良心，心想啊，这么多年呀、啊，我全指着豁子这姐姐了，我要报答她。俩人呢，干脆把这丈夫不要了，俩人搬一块住去。哎，加倍赔偿啊，胭脂水粉都买好，做新衣服，弄金银首饰啊，戴哪哪都是，九连环都插脑袋上。九连环，怎么着觉得还亏心？我还得报答他，想起来这王豁子他这小舅把豁子叫过来，豁子豁子来，行行，这个你看你这也老大不小的了，都四十好几了，该出门亲了吧，早就想了，你一直没有看上哪家的闺女，招弟就喜欢招弟，招弟行吧，找吧，找着没人说，在姚家井这个地点有这么一个媒婆，姓左，叫什么呢？左大脚。这个左为什么叫左大脚呢？左脚大是吗？我这也没说错，你别吓我行吗？叫左大脚，姓左，生来一副大脚，就左大脚。当然了，说右脚大也可以，叫左大脚。去吧，来到这个李子兴他们家了，说吧，哎，惦记跟您闺女说门亲事。好啊，刚说着找找呢，你就来信了，谁呀？嗨，这嗨就咱
姚家井这片的。哦，还是咱本地人，那更好了。干什么的？做买卖的。哦，太好了，这商人啊，这谁呀、啊？王霍子，滚滚滚滚滚！妈呀，人不到二心的，一脸的麻子。这，您听我说完。他不说王霍子怎么好，他说王霍子这姐夫赵三丰怎么有权有势，在李王府里当差，炒熟炒菜好，再来一盘子，你咋就说这个？三说五说呀，给这李子清这心说活动，心里琢磨。我这闺女啊，过了门之后啊，准不能让人欺负了，这样也好。但是，我有要求。我这么漂亮一闺女，给了那样的人，我有要求。您说吧，人家说了，有什么要求，我们全都答应。好，没别的，我要一个礼。过去来说，那个年间，一个礼就是97两纹银。我要一个礼，好，没问题，我过去说的。左着脚转身来到这边，跟人说啊，人家说了啊，这个长得太难看了，但是我死说活说答应了。人说了要一个半礼，怎么一个半礼呢？他有他半个礼啊，行吧，没事，答应一个半礼，这不掉钱，来拿钱，一个半一个礼送过去了，他老爸。发了定吧，4大金，金银首饰，大镯，大耳环，大嘎子，那都送了。这么说，9月23号迎娶招娣，9月22号瑞子回来了。那说瑞子上哪儿去了？孩子打窗根底下听这话了，吓得裤子都尿了。尿裤子撒腿就跑，从菜市口一直奔南，从影子门出去之后一直往那啊跑，害怕可了不得啊，快跑啊，爸爸来呀，打我腿呀，一直奔南。出了城啊，天儿都亮，怎么还多能跑啊，跑天儿都亮，裤子都跑干了。哎呀，走吧，往前走，也不知道去哪儿。哎呀，自己心里也不懂，这我这是上哪儿啊，这是也没个准地儿，反正往前跑吧，先跑了这魔掌再说。跑着跑着就看前头，哎，围着这么一圈人，干嘛的？招兵。哎，跟着看啊，你行你当兵，你不行你不行，走吧，看看去吧。跟着围着转着一圈要看，哎呀，我也没地儿去，要不我也当兵算了吧。来到这儿，这块呢有这么一个写字的这么一书案，后边坐这么一少官，少官就是现在连长那么级别了。哎，有这么一少官，走到这儿，大人，哎，你干什么呀？您这儿我想当兵啊。你想当兵啊？啊，为什么要当兵啊？那个，我偷了我爸爸2两银票，我跑出来了。您这个孩子，偷了2两就跑出来了？当然我偷了40两才跑出来的。我这么说，前辈啊，前辈啊，啊，当兵叫什么呀？啊，我叫刘瑞子。哦，刘瑞子，小伙子长得挺白净的，小脸挺喜庆的哈、啊。会写吗？写下来叫什么？刘瑞子，刷刷点点，龙飞凤羽吧，念过书，写下来了。刘瑞子，大人接过来一看，嚯，这他娘的好，你看是不是？这好，写的全都是黑的，不废话吗？墨可不是黑的，没得捧。过去来说，这个少官，这甭说少官，他们都不会写字儿，那武将全凭打仗，会打就行。行吧，那咱们走吧，这就当了兵。每天的吃完饭醒了开始操练，出操啊，打拳、军体拳、第7套、第1套撞纸刀，打的东西咱不知道，练的兵器啊，叮当五四打。有这么几年，小伙子越长越高，哎，扇子面身材，四棱子起筋线，
腮帮子鼓着，太阳穴鼓着，呵，这谁要咬谁那劲儿。长得也好看，在军营里呢也踏实，他知道自己是怎么出来的，时时刻刻的告诫自己，我得好好的，我不能再惹祸了，我是啊偷我爸爸二两银子出来的，家里边呢还等着我回去。军营里啊有个赌钱的这个事儿绝不参与，没事儿啊就练功，要不就是忙。后来呢跟随两江总督刘坤一手下，后来行了，哎，刘坤一喜欢他，也能立军功，上马打仗，下马写字，文能提笔安天下，武能上马定乾坤，那真是能耐，有能耐，喜欢他，办事也机灵。关键你琢磨他不偷钱啊，他也不敢啊，你知道吗？你没什么不良嗜好，还喜欢刘坤一手下的同仁，四品军功，三品顶戴。有了能耐了。有这么一年，这个西太后啊调刘奎一回京述职，瑞子也跟着大部队回来。这外省官员进京住在哪儿？住在贤良寺，都安顿好了。瑞子到了北京之后一直挂念着自己的父母，一想六年的时间，六年自己的父母怎么样了，琢磨琢磨，越想越着急。我想回家，想念自己的父母。我爸爸怎么着了？我妈妈怎么着了？是不是还生我的气？招弟儿怎么样？想着想着，不行，我得走，我得请假，找大帅。推门进门，参见大帅。啊，瑞子来了，起来吧。什么事儿？大帅，我想跟您告假。啊，怎么回事啊？我想回家。又瑞子，咱刚到北京，明天参见西太后，后天文武过关，这还得照顾呢。你这一走，我缺了左膀右臂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不行，我要回家。我还跟您说白了，我想回家看看父母，顺便完婚。哦，这是好事啊，那不拦着。这么着了，五天的时间过长了，我给你两天假，差不多了，回家问怎么回事，具体的事情回来大帅我给你办。哎，好嘞。这么着了，上账房是这么500两银子，算我给你的礼钱。啊，好。哎，上账房支500两。哎，军营里哥们也多，会计知道，哗，瑞子回去结婚，好事啊，随礼吧。这20两，那50两，这300两，有钱啊，哥四个凑300两，这也不多呀，一人就该几个，说给我说呗，啊，这是我一人好说，我这没有粮活的，这是300两，这是500两，说去呗，凑了凑，一共是1500两银子。加上自个儿这些年攒的，一共是2200银，揣好了银票搁在兜里，换上一身新的衣服，把自己的腰刀斜挎着回家。从贤良寺这儿得坐车去姚家井，但是呢去姚家井人家不乐意拉，为什么呢？回来没有客人，人给你拉到牛街，从牛街再打车到姚家井。就是这样，把原文上写着，当然我也没看啊。走吧，坐车先奔牛街，从牛街奔姚家井。下了车给完车钱，站在姚家井这趟街上，心里啊不是滋味，街还是那个街，房啊还是那个房，心里边不一样。我这一去六年，家里边对我什么样的感觉，父母原谅没原谅我，街坊邻居怎么看了。走吧，往家走。哎，打对面来的你熟人，谁？街坊三大爷。瑞子瞧见了，赶紧的过去施个礼。三大爷，哎，你
往后听啊，茶吃后来咽。我非把这三大爷说死了。请了，三大爷的货，这面头嘞，站着您当兵的，过来跟我鞠躬。哎呀，军爷，您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别，三大爷，不是您看我客气了，我没有，我不是，您别，我是坠子，啊，你是坠子啊，回去。跑着快了，缩你个十就回来了。回见，回见。为什么跑了？都知道，明天王豁子娶招弟，今儿瑞子回来了，两家都有势力，一边是赵三丰、李亲王手下红人，一边刘瑞子，现在你看这衣服穿的，挎着刀。当官了，这回头两家准得打起来呀、啊！这回头一打架，打起来之后一上堂一审官司，一回来一问，刘瑞子回来第一个见谁？一问是我三大爷，那不还得给我活劈了？活劈了！对对，这哪能行去、啊？这就跑了，跑了是跑了，他可没回家呀。三大爷有个爱好，说说，好串闲话呀，可了不得了，好啊，街坊四邻啊，不要不拉，快跑啊，刘瑞子回来了，街坊四邻这一圈都知道了，跑到家里，三大爷滚是喘，哎呀，别说了，你干嘛呀？这不有病吗？谁让你说的？刘瑞子站那傻了啊，跑了，你看。自己反思，人啊还是得学好。你看，当年偷我爸面二两银子，你看现在人还记着，以为要偷人钱呢。哎，走吧，往家走。站到自个儿家门口这儿，心里不是滋味。房啊，还是那间房，但是物是人非。怎么呢？这么多年。没有人拾的，一下老太太能干嘛呀？那房啊，全都是青草、稻草子长的，家里边破破烂烂的，墙都快倒了一半了。那门恨得一推就散，一撞就烂。推开门，呲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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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把门立到边上墙。站在院里，院里啊全是荒草，看屋里啊没点着灯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心里边也纳闷。推门进了屋了，屋里啊朦朦胧胧的，似瞧见似瞧不见，就瞧见炕上有这么一人。甭问，准是自己的母亲，喊了一声娘，就这一嗓子。这刘瑞子的母亲，谁呀、啊？谁喊我呢？我们家没有人了，都死绝了。瑞子心里咯噔一下，怎么回事？瑞子不知道，事出有因，干嘛非说出这么狠的话？我们家没人了，家人都死绝了。瑞子前脚到，这李子清啊来了。来干嘛来了？大嫂子人家，嫂子，这个明儿啊，招弟儿啊，就嫁给王豁子。我呀，这来呀、啊，我是惦记啊，请您啊去喝这喜酒。滚滚滚！嫂子、啊，我儿媳妇都给别人了，请我喝他们什么喜酒？滚滚滚滚滚！给轰走了，心里不是滋味。好家伙，我这这么大漂亮儿媳妇给王豁子，还请我喝喜酒，心里不是滋味。赶上瑞子跟这儿叫娘娘。瑞子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娘，我是瑞子，啊！瑞啪就跪地，磕膝盖裆脚走，跑到床边抱着自己母亲的腿，娘啊娘，我是瑞子，眼泪如涌泉一般止不住了，好吧，暴雨带闪电，还下暴雨，逼你啊！
哭吧。瑞子，真是你吗？儿啊，你可回来了，在我有生之年还能见着你。拿手摸瑞子这脸，哎，看，还真是瑞子，高兴，美呀、啊，心里头高兴，回来了，俩人哭差不多了，聊聊吧。哎，这些年怎么来怎么去的？瑞子问了，娘，我爸呢？儿啊，你爸没了。在你走的第二年，夹起伤寒一口气上门来，死了。哎呀，瑞子哭啊，呀爸喂，我的天嘞，你怎么死了啊？哭这我还不哭，劝吧，你别劝了，行了，这咱娘俩以后好好过日子吧。我看孩儿啊，我摸你这身这料子是好料子，准是啊，不是当了官了，就是经了商了。妈，我有钱了。说着话，打上衣口袋里掏出2000两的银票。娘，这是我挣钱。瑞他妈接过银票来一闻，干嘛闻？过去来说，银票上有着油脂的味儿。一闻，还真是银票，揣到这个自己的兜里。啊，以后啊，我得孝敬您。啊，我得给您买好宅子，我找人我伺候您，我不能让您再吃苦了。我去哪儿，我带着您。好，好，好，儿啊，啊，这你回来了，娘也放心了。啊，行吧，等过过吧。啊，咱们再找人。嗯，我给你说明亲事。啊，怎么了？续弦不囊，不忙。那续弦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有。哎，别提了。招弟儿嫁人了啊，嫁谁了？嗨，就是那谁，你也别问，这转聘了。你琢磨你这么多年不回来，人家闺女身大袖长了，你该嫁人了。不是，是我知道，妈，我就想问问嫁谁了。他不一定非说嫁一个比我长得多漂亮，比我都有钱，只要对他好就行。妈，他嫁谁了？嗨，就是那个王豁子啊，王豁子啊，我小的时候他就30了，就他人不到日先到，一说话你嫁他了，这哪能行去啊？妈，这不害了瑞，害了招弟儿了吗？害了瑞子跟招弟儿，这我心里也受不了啊！还找，对不对？不行，我得找他去。孩子，你找他干嘛呀？人家明天就结婚了，不行，妈，我得找他去。瑞子转身要走，他妈一把给拦住：“儿，你不能去。妈，那我不去。啊，你干嘛去？我谢不。”我谢谢街坊四邻啊，这么些年给您做饭啊，帮着您忙活，我得谢谢您。那明天再去吧。干嘛明天再去？明天人家结婚了，明天再去吧。不行，我就得今儿去。为什么呀？你要说我要了饭回来了，我可以过些日子再去。但是我现在当了官了，我有钱了，我必须现在去。那好，你要是去的话，你把你的腰刀摘下来。瑞子把腰刀递过去了。好，你走吧。翠妹出来了，心里琢磨：哎呀，招弟儿嫁王豁子，什么是美女月寿？这招弟儿得恨我一辈子呀！这不行，心里想着这腿。就奔着招弟儿他们家去了，心里琢磨，走着走着到了门口了，抬手要叫门，可是呢又不知道说什么，跟着正犹豫着呢，大门里出来一人，谁？李子清。怎么呢？一说呀，这王豁子要娶招弟儿，招弟儿就不干了。好家伙，人不到不是先到，一说话，好家伙，受得了了。是我以后到缝十字绣这什么的，我倒容易了。那不行啊，死活的我就不嫁着，我要死，要我死我也不嫁着，哪怕我死的花轿上，跟人劝家里不想过的，把招弟的妹妹
灵儿叫我来陪他，白天是老两口，晚上是灵儿陪着，别死了，明天一人一上轿啊就行了。今儿晚上老头实熬不住了，差不多灵儿看着吧，我呀出去打点酒去。推门出来真睡的呀，跟着琢磨，我是拍门是不拍呀、啊、我是嗨一琢磨算了，我还是拍了。啪，赶紧跑啊，没有轻啊，打里边探出一脑袋，啪抽这一大嘴巴，老头抽鼻子，哪的事儿这是？好家伙，这是谁谁这是哪儿啊？谁打我？这瑞的很客气，过去深施一礼。岳父，那哪儿的事儿？哪儿就叫岳父？出门碰一人叫岳父，叫别的行了，叫大爷，叫三叔，叫四姨父，这都行。管我叫岳父，您等会儿吧。你是谁呀、啊？岳父，你不认识我了？我是瑞子啊，瑞子。那个，当年叫咱别回家，咱拜了拜了，咱怎么着？咱酒馆关门了，怎么咱们要不要咱坟地？不行，坟地。走屋里，一推的进了院儿，那老头儿呢？长了个瑞子，能练的功夫全是块儿，推门就进去。别咱这边，干嘛不上那边？赵劲儿在那边，咱这边，绕到自个儿这屋去了，往我一坐，我。说吧，怎么来怎么回事？我回来了啊，我想说这事儿。我知道招弟要嫁王豁子，这李子清也很为难。你说早一天回来都行，转天人就娶来了，这哪行？聊聊吧，瑞子，我跟你说吧，现在什么情况你都明白，就看你办不办德行事儿啊。岳父，此话怎讲？你要是办了德行事儿，明天让你妹妹踏踏实实嫁过去，那我要不办德行事儿，好，今儿你要是非娶了招弟儿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。就在这时候门开了，大里边进来一个谁？招弟儿他妈。这瑞子认出来了，过去深施一礼。岳母，招弟儿他妈一瞧，呵，年轻人长得够漂亮，看呀，豁子整容了，挺好啊。我是瑞子，哟，瑞子，哎呦，孩子长得漂亮。这个儿高，哎，脸也平整，哎，老头子，你看你这，看看他这脸，废话，他多大我多大，我比的吧？有病吗你？哎呀，你说你老头子你是有病吗？挺好的招弟儿，你说你给王豁子干嘛呀？啊，你给瑞子多好啊！你给，哎呀，你闭嘴闭嘴！行，我不说，我看你怎么办？说着说着往后退，拿脚倚着门，俩人跟这儿聊。你要是办了德行事，把招弟儿过了门之后，我呢收人一个礼，我拿着一个礼给你娶门更好的姑娘，你看你愿意不愿意？瑞子跟这儿要说不出来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外边有一人听见了，谁？招弟儿的表妹灵儿出来倒水，就听着那屋。隐隐约约的听见怎么有两个男人的声音，走近了，趴在墙根儿，舔破点破窗帘纸，偷眼观瞧，呀，这是我那个姐夫，长得漂亮，哎呀，这么回事，赶紧回屋去告诉招弟儿。到了屋里，赵姐跟那儿就哭呢。哎呀，我不嫁，我明儿我死那儿去。姐，你先别死，死了你就后悔了啊！这不行，我必须得死。哎，你这么说吧，我那个姐夫来了。什么那个姐夫？这个姐夫，我必须得死。瑞子回来了啊！就这一句话，赵姐心里也高兴了。好家伙，救命稻草回来了，推着门，
跟这个灵儿一块儿看这怎么回事啊，兄弟。真睡的跟这儿说不出来到底是怎么回事，说不清道明，支支吾吾。这赵俊实在忍住了，把门打开，啪，噔噔噔噔噔，当一下子，谁呀、啊？他妈倚着门，噔噔噔噔，啪一下子，贴墙上了。太太背后刃裂，哗哗淌血，赵俊老爷推门进去。灵儿跟着，哎，那我大爷，哎，别管他，别管他，来进去。指着刘瑞的，刘瑞的，我问你，你要我不要？要，带我走。怎么走？你背着我，我走不了。这赵劲儿上了炕，刘瑞跟着一趴，手捧磕膝盖，当当当要走。这老丈人李子清咔就拦住了，别走，要走。就从我的身体上踩过去，赵俊说：“打他，打他，打他，打他！”瑞德知道，媳妇儿，那你爸，对不起，我忘了，忘了。走走走走走，等等等等等，撞他走了。推门出去，跑着快。李子行赶紧把老伴搀起来，哎，媳妇儿，你，哎呦嘿，你装这样，你快追去，嗨哪追得上啊？你快吧。现在事已至此了，赶紧你追去告诉他们两口子千万别回家。那去哪儿？去的老舅呢？哎，得了啊，老太太跟后边追的，赵弟儿回来回来，别跑，我跟你爸爸不是一波的，晚了别听他的，都走走走，回来回来。好说歹说给劝住了啊，赵弟儿，哎呀妈，你干嘛呀？好，你上哪儿去？瑞子说，我回家。别回家，家里有什么人呢？那不准让人堵着吗？就一下老太太，怎么着？那个赵弟儿，你跟瑞子去你家老舅子啊？行行行啊，走吧。老太太回去，瑞子背着赵弟儿走。你老舅家住哪儿啊？行，你先走啊。我老舅是我姑啊。你们家都什么辈儿啊？你老舅是你姑，这什么辈儿？这是过去来说呀，这个尼姑啊，不乐意让人管人叫尼姑，乐意啊家里有亲戚来了叫老舅啊。那行，去老舅那儿。老舅在哪儿？离这个牛街很近。在哪儿呢？在这个樱桃园这儿。去那儿啊？不行，咱不能去那儿。为什么呀？我妈嘴不好，跟你这姚景那三大爷有一个爱好，乐意串闲话。你要是人来堵着呢，不用人打，准说。那咱去哪儿呢？咱要不找一客栈？对，我这有钱啊，哎，找一客栈。到了客栈这儿，请了一老妈子，先把脸开了。过去来说，就是拿那个绒绳把脸上这绒毛都给剃下去。过去来说，这个闺女啊，跟媳妇儿剃的头不一样啊，折腾好了，花开两朵，各表一枝。他跑了之后，咱说李子清这边，这老太太回来，哎呀，可累死我了，可累死了，追上了，追上了，行了，你赶紧通知左的脚去吧，这事儿完了，明儿娶不了亲了。这赵弟儿他妈找左大脚去，左的脚，左的婶子。左的婶子，左的脚都睡了。哟，谁呀？我是赵弟儿他妈。哟，赵弟儿他妈呀！我这么着吧，明儿我再给您倒洗吧。哎呀，洗不了了，水都凉了啊，洗不了了。赵弟儿啊，跟着瑞子跑了啊！快起来吧，快起来吧，赶紧起来吧。怎么一说，怎么回事？怎么来怎么去？赶紧去那边通知一声吧。这左的脚把自己的儿子叫起来，套好了驴，上了驴，来到这个。赵三丰他们家住在哪儿呢？就是现在这个牛街把口报国寺那儿有这么一个宅子，专门啊给这王豁子买的。前边是店，后边住人，让这个王豁子没事跟这儿坐上卖个针头线脑。哎呀，来到这儿一看，呵，热闹，干什么都有啊，打麻将的，斗地主的，砸金花的，什么都有，支着锅唱戏，什么都有啊，跟着一帮人特别热闹。豁子倒着也漂漂亮亮的，穿着衣裳，戴着帽头，吃喝，你可劲儿，高兴。美
来吧，到这儿找王豁的姐姐，怎么来怎么去。赵队跟人家跑了，赵三丰站在边上听一满耳朵，怎么回事？跑了过来，媳妇儿给引进一下啊，这个这是左的嫂子，这是我爷们赵三丰啊，这些日子左的嫂子没跟咱家少忙活啊，这以后咱再谢礼吧。怎么回事啊？左的饺子跟赵三丰，你说怎么着跑了啊，跑了。我跟你说左的嫂子，现在是这么回事，跑了不要紧，不取也不要紧，但是我们这脸面过不去。说白了，您看这么多人来了，捧的是谁？不是王霍，是我赵三丰，我丢不起这人。按理说这门亲事我们挣着钱了啊，这都是哥们朋友随礼。你看这炒菜厨子都是票货，自己带的锅自己带的菜，我们丢不起这人。这时候你说怎么办？哎呀，我这吃不行，人说了这个，我把这一个不一个半礼我再还回来，那不是钱的事，咱说怎么办？那您说吧。赵三丰把霍子叫了，霍子这儿哭了，姐夫，哎呀，跑了。过来，我问你，你要是能忍，你要是跑了，我忍不了。你要是忍了，咱俩一刀两断。我没有你这王八亲戚，我问你，霍子，你忍得了忍不了？忍。你说清楚了，我忍不了。好，我就要你一句话，忍不了是吧？站在这儿，有捧我的没有？有，都是捧。赵三丰来，有三叔、三哥、三大爷，我捧你。好，现在这招弟不要脸，咱也不给他脸，怎么办呢？把台大就不要，就来一顶小红帽，还什么吹锅厂的，这都不要，一个号一个鼓就跟我走，咱抢亲戚，走吧。抬着轿子来到赵弟他们家，推门就出进去了，看见赵三看见这个李子兴了，过来，把刀伸出来，问你，赵弟呢？李子兴怎么着？你谁呀、啊？我谁？赵三丰。你赵三丰？我告诉你，我听说过你，我可没见过你。你问招弟在哪儿，我不知道。你要是问好，可以砍死我。嚯，老炮儿啊！行吗？他敢砍我？这一砍可就是人命官司了。旁边看热闹，砍死他！看热闹不嫌事大。等会儿我磨磨刀再砍你，我说你一边待着，你滚上！拿着刀奔赵弟他妈去了。刚抬刀，赵弟他妈说：“去他老舅子了。”死大号，赵弟料事如人呐。走吧，老舅在哪儿？在那哪儿？那个雍和园那有一锅烟，去吧。带着一帮人啊，滚上！一会儿我接完亲，从这儿走。一听有锣鼓场面响，俩人送来，明儿赔礼来。带着一帮人够奔伯爷，来的是伯爷那山门大呀，啊，命门关着，这怎么办呀？这进不去呀！喊吧，赵三丰站在庵门口，跺着脚喊。大胆的姑子，庙里藏人，就这么一句话，引出一场血案。要知道怎么回事，咱们明儿再见。好。